让我们拿起手中的武器，去夺回属于我们的自由与尊严。这就是我们的选择，谁也不能阻挡。我们追求自由的荣耀，终将万古不朽。什么人？奉天子令，魏王宫尽数被周都接管，擅入者死。是王禅，奉天子令，此人杀无赦。士兵和奴隶被王禅煽动起来了。